这场比赛甚至要比前两场比赛更加的精彩，因为这是一场超级明星的复仇之战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抓紧时间拿起手机下载昆仑决的官方 APP， 随时随地观看昆仑决海量的顶级世界格斗视频。下面通过一段 VCR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渊源。转身拳，好，漂亮，这机会，漂亮。2012年我第一次见穆斯林穆在郑州，那时候我还小，我见到好多人跟他签名照相，然后当时我也去跟他照过相，因为最崇拜他呀。没想到过了2年以后又跟他见面，要跟他打。上场之前好多人都瞧不起我，诺拉是个来自新疆的拳击小将，不可能打赢他，好多人都不信任我。然后上场我就追着他打，靠我的步伐压制住他了。激动的当时我都说不了，说不出话了。第一次拿那个金腰带嘛，打完他以后我觉得打比赛没有什么压力，因为跟他打过了。红方胜，红方胜。Shape for this fight. Before fight with Nuerla, I fight in another city. I'm not remember. Maybe I'm not trained good for this fight. So I'm ready good for this fight now. I promise this fight will be different. Hey, this time I come for the revenge. Get ready for the war.